先开你了，好，先开可以了，来啦！会可以哦，哦，开了会开哦，了，会完了，哦，喉会咙好痒，哦，完了，不要再心怪理作用了，完了完了那我要暂停完了，可能前面多放一个屁。完了，我要在你们所有人面前都放屁。太温的在你后面，哎，好，同时不要闻人家的，对，他是空气基金机，他也是动物，可以啦，可以啦。那我们就切内麦了吗？可以先缓缓。大厅的大厅的话，直接用那个吧，DC，进游戏再切。要进去了吗？你们开了吗？还没，开来了，开了。我游戏，因为他是不是想讲八卦啊？哈，没有啊，我刚刚的八卦是我去厕所回来了，这算八卦吗？算吗？开始直播，可以呀。哎，他的死掉的鸡，这是鸡还是有电跟烤？这有鸡吗？是鸭，没有鸡，鹅跟鸭，鹅跟鸭。我虽然没有玩过这款游戏，但我记得它没有鸡这种东西。死掉的鹅。死掉的鹅越来越少，之前都有吃，越来越多啦，对啊，之前很多，没有啊，没有，之前很多啊，现在很少的。之前大概这个时间大概都两三万只，现在才13000而已。对啊，过期了，过期了。好啦，我们今天的鹅鸭杀，今天有很多人，我们今天还有找来哇，虽然是原本是要找三江了，可是好像你们是不是不合啊？都只有两只，是不是？都只有两只跟我玩，他们被抓，怪的，一只被抓走了。对啊，他就自己跟别人出去玩啦，根本没有约我们啊，关系啊。然后我在事前哦，先那个套话悠悠，听说玲玲那个狼人杀很强哦。我没有，好不好？这女人在造谣。然后他们两个都没玩过，今天还有一个喵哈。耶，喵哈，好玩的，好玩的，喵哈，真的。我两年多以上没碰过狼人杀类型的游戏。安，我第一次直接挂掉，好扯哦，谁？病毒感。好吵哦，那个放屁声，它可以放小一点吗？可以把它关掉。可以关掉啊。可以把放屁声关掉，你可以可以听得到。为什么没有看到你们在哪里啊？我在哪里？你根本没进来啊！进来了吗？那这样吗？你没有啊？有邀我吗？要自己贴，你看还是贴代码那个代码？代码在哦，没有，第二贴的人是不是这个？没事，没有啦，他没贴到啦。哦我没看到，可以马上改吗？他没看到啦，没不是啦，不要误会 Bobo 啦，没有啦 ，Bobo。说此游戏玩家已满，你完蛋了。没有满，完了啦！再一次，他刚把再一次，没有满，没有啦，好啦，我的问题啦，我今天临时才加进来，我的问题，我的问题，好难哦，没有啦，是我的问题啦，我不确定我还活不活下去啦。好啦，我的问题啦，我该睡觉了。我的问题啦，我的问题啦，他今天到底怎么了？我该去睡了。好了，那今天我们今天新手比较多。我已经到新手了，是不是新手一个钟？小雨，你是不是下了一个诅咒？有老鼠。是怎样？怎样？这地好高哦，好猛！没事。好了，那今天我们就是先玩这个最基本的地图，这个是太空站。那这个地图的话，应该是会有传送点吧？其实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有传送点，有，我忘记，应该是基本上都有啦，基本上都有。对，太空船都有一个传送点，然后可以传来传去。那今天的话，我们这个右上角这个 I 可以看到，我们今天有这个职业的部分哦。我们今天有三只鸭，然后一个中立的，就是嘟嘟鸟，然后其他都是好人这样子。嗯，那好人的话又有分加拿大鹅跟网红。这样子 ，OK， 好，那大家讲的话就是保安，他只要他的胜利条件是被飘出去就好了，就是 OK， 有等下会考，等下这会考 ，OK， 会考，这一题我打星星了 ，OK， 那好人的话有加拿大鹅跟网红，那加拿大鹅的话，他是如果他被坏人刀了，他就会自动通报，
就是比如说可能是加拿大鹅有没有，然后他如果死了就会马上通报，那就会代表说哦有通报的人就是杀了团团的人这样子。OK， 哦，补充一下，补充一下，加拿大鹅被烧那个杀掉之后，过一秒才会通报，所以你不要马上拍桌。对，它会过一秒，不要马上拍。过一秒，过一秒。OK OK、嗯。那接下来是网红，网红的话就是他很红，所以他死掉的时候大家都会知道，就是我是网络红的呢，这样子你怎么可以杀我？然后他被开三枪的时候，他就帮我开直播这样子，类似。你在笑什么呢？没有啦，没有，刚刚好而已。太多了。然后鸭子的话有三只，一只是普通鸭，然后一只是静音鸭鸭。嗯，静音鸭的话是可以把一个人静音，然后他就是静音的话是在讨论期间他会没办法讲话。嗯，因为我们等一下都是讨论都是内麦嘛，所以他就没办法讲话。嗯，那派对鸭鸭的话就是他在讨论期间，就会议期间，就是会议期间。那个人的声音会变成花栗鼠，像小雨来小雨示范，像小雨刚刚那样一样啦。对，对对对对对，小雨示范，就是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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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差不多，OK， 好，那悠悠派对鸭可以干嘛？派对鸭可以那个啊，变鸭子，变鸭子啊，那个声音变花栗鼠啦。哦，啊，玲玲，那嘟嘟鸟可以干嘛？撞空外，撞空外。等一下，先刀他们。等一下，先刀他们。嘟嘟鸟是什么啊？呆呆鸟。嘟嘟鸟。呆呆鸟。呆呆鸟。呆呆鸟。不好意思，口音要清楚一点嘞。哦，呆呆鸟。这是抖 n， 是抖 n。主办方被呛了。那无情台下。主办方难过。不好意思吧？好难过。好啦，那大家有没有问题？没有问题的话，就按开始准备啊。等一下，都是全程都用内麦。好好好 ，OK 哈 ，OK。内麦测试，测试，你刚根本没关麦，好不好？测试，哎呦，对，然后录音的键盘声蛮大声的，你好，太大声了，超大声，声音都好小声哦。调一下，来，让我调一下，让我调一下。麦测试在调。可以讲个话吗？可以不拉麦吗？玩家可以调。我这样可以声音偏小。对的，还有你的键盘声吗？录音的声音，哦，录音超小哎，你要帮我调，你超小，可是还是不是调到100了？键盘声比你大。算了，我还是键盘声吧。但有个人超大声的音乐吗？我的妈，我刚刚是没有没有，都是录音超大，我调一下，不用这个。还是我们要大家排排站好，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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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讲话，一个一个自我介绍一下。来，先排排站好，排排站好，来排队排队。我台，那我最后一个，我不用介绍。张武轩，好了哈，来，从我开始，我先发声，你们听 ，O 不 OK？ 可以就反正就调哈。嗨，你好，好啊，声音可以吗？调了，大家好，我是哈记安安，声音大小声 ，OK 吗？哈记，我拉100%了，我也拉100%，真的假的？比较小声吗？那可以啊，我就很行。我拉哈记80%还行。那三三每个听到会可以可以可以，前面帮忙说下一位是谁好不好？下一个换我吗？好，嗨，下一个是我，我是允月，声音觉得 OK 吗？我拉小 ，OK OK。啊，我再拉小一点。好了，还行。哎、欸，对，是我，危险，大家小心，有可能会有 BB 声。嗯，好，喂，来，下一个是我是繁星。好，繁星都讲一下。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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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我后面是诺音。诺音声音，诺音有声音吗？好，可以。好，迪叔。好，迪叔，1 2 3 4 5 6 7 8 9。好，谢谢。耶，下一位。我们现在后面在那乱排队，谁是谁先的？悠悠，下一个悠悠，那我是不是？悠悠先。大家好，我是悠灵，我的声音 OK 吗？好，调完了。我来打一个。啊？打一个，下一个。Hi, it's me, Mario。好 ，Mario。我怎么听到我回音？我听到我的 Mario 的回音，谁那边的？好恐怖。下一个是谁？发发。Hello， 有声音吗？晚上好，我是发发好久不见了。我是发发。
好好的，好大家好，我是确诊汪，大家好，确汪，确汪，那是剩林林还没调到，对，林林，嗨，我是林林，是，你妈，我是你妈。好好调完了，不行，你 OK 可以，我可以，不行，我可以，不行。阿波，还有你啊！阿波不行，阿波不行，阿波没声音，我不讲话。阿波你不行，他是被禁言了，阿波彪彪彪，来，太快啦！他是不是去厕所？他应该是偷听，完了，我要对着他按。我正在。喂喂喂，你内麦吗？这是内麦声音吗？这是 DC 的，不要把内麦的内麦，他内麦是没声音，内麦好像坏了。哇，是没声音，内麦坏了。哇，你确定你有开吗？你的设备确定有调到你的麦克风吗？对，那个右上角齿轮看一下哦。Chat two 嘛，我是 Chat 麦嘛，对不对？没有，他现在是 DC 麦。喂。你在 DC？ 嘿，没错，没错，要缺的麦。哈？右上角，右上角齿轮进去之后，声音那边有一个什么测试麦克风那个，你可以听到自己有没有声音。如果你打开来按下去，有自己的回音，代表有。嗯。到的。哎、欸，我的突然不能用了哎、欸。嘟嘟。我要重开游戏哎。那你重开吧。我应该是没事，我直接重开。我的书跑是热的。那听起来很恶心，很甜、欸。是听说喝热薯跑难喝，很甜呢、欸，不行。真的假的？听起来好奇怪、欸，对，不行，难喝。我是有兑过水去喝了，因为那毕竟好像这样喝，比较容易吸收。好像说什么生病还是什么时候喝，好像还生病之热的温的那个薯跑配水。对啊，加温的，谢谢大家。配水就是加速那个那个加。感谢大家小知识。加速喝起来，冰的超爽的。没有，我也都喝冰的啊，完全没喝过啦，我觉得怪怪的啊。没事啊，确诊超人那一个礼拜还是喝冰的，不用紧张。阿旺不要怕啦，喝冰的啦。啊，没有问题。他喉咙会直接死掉，喉咙细胞坏死。好喝的，没问题。啊，我知道，还是你这边去吃冰棒。吃冰。讲一讲，我把降温呐，病毒冻结吗？嗯，把他冷死就赢了。对，会先冷死。你的身体在上演那个细菌，那个什么？喂喂喂，没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好，我们调，我们调。好了，好小声，你再讲一下话。声音在哪？136060。好了，调一下。哎，可以。7272。好了，再讲一下。6060，再讲一下。6060，好，我调100%，好，就这样了。拉100%，好拉大，好拉大。哎，我是灵敏度要调高一点吗？灵敏度，敏感度你调多少？没事，你现在听起来不会断啊，不用调。对啊，现在听起来没事啊，听起来是正常的。走吧，走吧，走。Oi go。我天。我是这鹅鹅啊！啊，任务任务任务，在哪里、啊？什么？怪哦，这个，三回。哦哦，这个。啊啊！太快了，怎么那么快？太快了吧，还没开始玩呢。尸体在哪边？我看一下。那个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是我看到的啦，不好意思。哎，哦。然后嘞？完了，阿发会睡着啊。然后嘞？不好意思，我关到，对不起。我想问一下，哈基是怎么走的？我看一下地图哦。刚刚我们一样是在桥梁那边嘛。对，然后我走过去到低温实验室，解了一个任务之后呢，往上走到农业去，遇到那个幽离子、幽离瓜。OK， 那你知道低温实验室的时候，你有看到谁吗？
是在桥梁到地温实验室这中间。因为我一出来就直接往里面走了，地温实验室解了一阵子，然后出来，你说桥梁到地温实验室那时间点超短的，我是直接一直出来的，没看到。没有，因为这尸体很短啊。啊，才刚讲完没多久就拍到了，对。嗯，欸，这个是不是有点快，啊？对，快了。我刚刚跟 Bobo 待在一起。对，我。他跟小雨。没有，我刚刚看到是有个类似，不确定啊，有点粉粉的，不知道是谁。粉粉的。好，先问一下在场有没有加拿大？你自己吗？哇，我是网红，我是网红。好，我是最无聊的存在。我刚刚跟喵哈同道又在一起，就这样。然后这时间可能要调一下，我调太短了，调一下，时间太短了，要调一下。哎，他直接被投两票，哎，有人想让他死，那个应该是这吧？丫丫，谁那么坏？应该是两，都是你，是你迪叔，一定是你。哎，他准备好那个头像，那个不是 DC 的那个吗？啊，你好，你好，呱呱，台湾什么？我听到有人唱歌说不会玩，我是坏蛋，我是网红，你干嘛？我看不懂，哎呀，好恶心哦！这里人也太多了吧？然后没事，我打完蚂蚁了，我走了，我要走了。因为这喷完就没事了吗？对啊，喷完就没事了。可是他还是黄黄的。啊，没有，你要喷到他立起来，你不能让他垂垂的，你要他立起来。啊，他要抬头，出太多下了吧？没有，他就是照那个图案，然后你要按选择，你要去上下切换他的图案。OK。啊，你有声音了哦？怎么了？我有声音吗？哦，不对。出事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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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死太多人了吧？出事了！拜！死太多人了吧？我看到的是云月的吧，黄色的，在通讯间。然后我刚是出生在右边生物实验室，然后我是坐飞船过来的，所以我不知道这边到底发生什么事。好，那盘点一下，刚刚是我跟喵哈跟 Bobo 基本上几乎都在，几乎都在一起，都在那个农业那边。然后后来繁星是从电机室那个方向走过来，所以基本上这一轮应该是可以排除我们四个，应该不确定，对。应该说一定可以排除我跟喵哈跟 Bobo 啦。对，喵哈反正不确定。我刚好离开一下又回来了。对。那我个人有点怀疑玲玲啦，因为呢，刚刚第一 round 其实还没讲完，刚刚第一 round 太混乱嘛。刚刚第一 round 其实我最后要走之前，我有看到类似粉粉的从桥梁的那个跟通信间的中间往左走，然后刚刚尸体是在通信间。嗯，那刀人的时间没有 CD 哦，怎么会刀这么多？有 CD 有 CD 有，可是感觉两个还是三个，有点快。对，可能要调一下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场结束再调整。这场结束再调。玲玲啊，玲玲啊，玲玲没开麦，玲玲被禁言了，是不是？那是被禁言。不要啦，听起来没有，这很狼哎，我从没听过这么狼的辩解。不要啦。不要啦！那是你刚刚这个刀发发吗？你刚是刀发发吗？我没有刀发发，但我刀了幽灵子，好爽！你也讲出来，好开心呢！啊，你这女人。右边没了吧？没了。开门！也太久了吧？走啦，坐飞船吧。你看那个 OK。别、欸，你不要再过去，你不要再过去。好。派对啦！你派对哦。
不会到配对桌。我是静音。啊！我白痴，我的白痴，我白痴，我的，我们下不去是不是？完了，完到了，我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，到了。广播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啊！这东西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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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们说了，他们说了，快！他们说了，弄出来了，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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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小李，小李子啊，你可以转播了。不是这里，不是这里，不是这里。他们一定要双刀啦！他们一定离我远一点啦！哎呦，我看错了，住在哪里啊？我来这边只是要解任务啦。来了。我觉得我们要数了。阿基，不要接近我！不要不要不要！我觉得繁星阿基都乖乖的，不要偷袭他吗？偷袭他哪里？完了吗？对啦！啊！反转！所以这一张图拍出在哪兒找不到？不是，好好笑喔，那刀太快了，根本去掉以后根本都已经知道是谁了，只是全部全程在逃命，变鬼抓人了。找不到拍出在哪里啊？找不到拍出秒变快。我重开一下，重开，我左开，我开，我到了是几秒啊？原来游戏结束了，这游戏真好玩。哦，这游戏好好玩，好快乐。我觉得最大的敌人是自己人啊，淋漓紫红色的，我家当快乐啊。我一死掉，直接开手游开始玩啊！而且跟繁星追人的时候完全不开麦，有够恐怖。不是，刚最好笑的是哈基把我们两个鬼困在飞船里面动不了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吗？啊，你叫哦，我们在飞船上啊，白痴啊，完蛋了！还要等他们来救我们两个。下啊！可是那个飞船如果很关键，你也不用出去啊，我调着了。他不在，他不在。发发不好意思啊，因为我跑进去就跟发发在一起，就把发发杀死了。对不起，阿波，你跟我讲，跟你讲，李玲这女人真的不能信，我跟你说。哦，我跳出来。没有，你再进来就好了。你再进来就好了。哦。啊，完成。嗯。显示 IP 了吗？我爱你的 Watt。讨论120秒吗？还是多久？120啊，120啊，哎，120是两分钟。我觉得刀人 CD 也太短了。刀人刚是20秒，他最多只能120吗？我记得我刀人也拉长。你说讨论吗？没有讨论可以久一点。投票时间可以更长啊。嗯，记得投票满是180啦。60加120，是不是都180？那就180。之前玩好像比较久一点。啊，杀人30秒。原本是几秒啊？20。挺快，20秒有点快，对啊，20秒超快，就这样吧，拜拜，这个19981是什么啊？那个就是今天大家全部人一起玩，然后死掉的鹅的数量，没错，今天死到现在多少鹅死？对，啊，我们刚刚有好几个人都有贡献一个这样，嗯，加一。没错。好啊，我啊，不对，阿波进来了哈。聊他进来。看起来阿波进来在这里。啊，但是你的麦还是怪怪的。有。阿波讲话。没有，是阿波的麦怪怪的。刚刚在中间玩的时候，麦都一直。喂，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刚没声音。他刚上局是被那个了，他被静音了。我静音他。没有，你不是等下，你我说的是不是在会议中呢？可是我应该是我跟团团在你旁边解任务。对啊，那个时候不是会议中的时候，你是没声音，然后突然间就又有声音，然后那时候之后就那时候对你那时候确实是安静的。对啊，好，那现在有了哈。好，那我讲一下，我们现在是60秒讨论时间跟120秒投票这样。嗯，然后杀人 CD 30秒。好 ，OK， 那应该暂时没有要加什么新职业吧？就先这样。没有，先这样吧。好，再来。OK， 阿旺还活着吗？阿旺有，我还活着。你的勾勾，打勾一下，打勾，打勾，叉叉。好，走了。好，挂了。
哦。把丫丫头出去。怎么又要死你呀、啊？别靠近我！别靠近我！你走开！为什么？这什么？这什么？我看不懂啊！啊？啊？这什么东西？我杀你！是鸭，你是鸭对不对？我不是鸭吗？哎，求教学吗？我这什么？我看不懂。这怎么玩？我看看。啊？这可以转吗？哎，先别杀哦，先别杀，这怎么转？这啥、啊？那个啥？这什么啦？点按钮啦！哎。哦、按照顺序点哦，哦哦，好好好好好好，然后这边就可以传，是不是？好像是，让我理解游戏一下。为什么？哎，我可以相信你吗？我外国来的。哦，你外国来的、哦，好，我记下了。对。哎，你说，你说。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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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带我、嗯。没有，你离我远点，你离我远去，我再跟你说。哦，好 好，你说。没有，刚刚李宁经过，哎，李宁，你干嘛？我刚刚经过李宁旁边，他跟我说，他跟我说，哎、欸，你知道派对是干嘛的吗？我就直接跑了。Oh my god！ 哇哦，这个我要保护好你。这场有呆呆耳吗？我不知道。有都有呆呆派对。那我觉得他应该是呆呆，因为我觉得他应该没有那么傻。我也觉得他没那么傻。哎，早安啊！这个任务怎么解啊？雕花，你要好哎、欸，你不知道你是哪一个哎、欸，好像是啊。哦，游戏玩的，有游戏玩的。我们还在吵架的时候，就有人拍桌了。我在哪？我在哪？我在出发港。右边有地图。我在出发港。出发港。然后我是从通讯间下来的，哎、欸，通讯间好像有人，我想一下是谁。小雨吧，欸、我好像看，对对对，我好像看到小雨。我离开通讯间久了呢。哎、欸，不是谁，蓝色的，不是吗？蓝色。我想问一下，那个派对是可以杀人的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所以啊，不是因为刚刚李宁经过我旁边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哎、欸，你，他说你过来下，你知道派对是干嘛的吗？”我就跑走了。哦，对对对，我想说问一下，不行，那个游戏里面有一个 I 的惊叹号，点开每一只再点一个 I 就可以知道他在干嘛。每一只都可以再看一下，对对对，可以看小抄，可以看小抄。哦，所以有一只。哦，所以哈记是加拿大鹅哦。没有，不是。啊，加拿大我知道是谁，加拿大我知道是谁。加拿大我也知道是谁。啊，那为什么还要知道？啊、那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但是玲玲可能是呆呆吧。哦哦，有没有开场说？开场说？刚刚说的那个位置我不在那边，我后来跟诺英在那个什么医疗室那边。对，我们在医疗室那边。对，最后我一直遇到小雨，所以我也觉得没错，我们一直狂绕，一直遇到。啊，刚刚的话是我跟发发跟 Bobo 在右边泥块这边吵架，吵架为什么？因为爸爸是不是你？你又是坏丫丫？他不是，他不是，你踩他，我踩你。对，就是 Bobo 踩我，把他拖出去，把他拖出去。我就是他踩我，发发没有，好啦，来啦，报一个报名哎，真的吗？你不是踩我，我踩他。他那个乱怪的，哦，奇怪，这人怎么在玩游戏？这怎么投票？点他一下就好了。按他点一下就好了。哦哟，他跟俩拜拜。还是你是呆呆？拜拜。拜拜拜拜拜拜。管不了你，我太再见了，真的要哎，你妈死！喵喵，拜拜。我有一些话想说。哇哦！哎，所以李宁真的是那个派对。哦，对啊，我是派对啊，我忘记他这个是职业，是杀手职业，我还想说派对是干嘛的。Bobo 是不是我很挺你？对，好兄弟了，真的，Bobo 啊 ，Bobo， 啊，老公，老公好，我很抱歉，但是诺英有点尿急，等我一下下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好，没问题，我刚刚老兄弟了，哦，所以如果开，好，你看红色的，刚刚好了，没事，你靠近人之后，他比派对有一个黑暗，他个人就会被。然后开会的时候讲话就会变成
奇怪的声音，特别声音。那他一开始不能，他大概过十秒钟才可以静音或是派对别人。没错，我觉得我晚上玩游戏那个氛围感都是不一样的，好猛哦！然后你这超爆名，你在乱乱讲，你是疯狗哎、欸！我的天哪！肯定要咬跟团团的胸部都是高叉胸毛哎、欸！我是觉得我比较疯一点。对啊，就女院士加拿大鹅、喔，我不知道，我随便踩一个，然后你们真的把我偷出去。可是我都一直听到一个小小的，是不是哈记的回音啊？我也有听到，但哈记的麦一直是亮的。Echo，Echo， 是谁？啊，对啊，一直有一个小小的回音。我是白诺音吗？是诺音吧？诺音的一直亮着。诺音的边呢？诺音，诺音，诺音。哎，对耶。Echo，是他耶，是诺音的。诺音是不是又来了？他还没从厕所回来。对，我刚听到关门声的。诺音，你。你的麦有回音吗？有回音耶，有回音吗？戴耳机，喂，回音，你是用喇叭啊？因为我刚刚用耳机，耳机声音很大声，我有点耳包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哦。哇，你大声到麦都收到哎，好猛啊！好恐怖，还是你的麦的敏感度问题？麦太敏感了，就是对，有点敏感。好的，准备。好，报告，准备。开机。好了，那我们就开始喽。好，走哦。开始。那请问呆呆是干嘛的啊？你不要真的。请问呆呆是做什么的啊？我要做鸭了哈。这怎么用？然后手贱吗？嘟嘟嘟嘟嘟！死你！你李子哎！哎哎哎哎！哎，是怎么了？我觉得房间有鬼。你才有鬼！你走外边！你要干嘛？我解任务，我要干嘛？你是要打我？你是要打我？没有，不是。这怎么玩？你是要杀我啦？我在解任务，你避避。是吗？我快解完了，我是不是要死了？赶紧跑！好，我跑。走开！是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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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底在干嘛？你们在一起洗澡？我天啊！太色情了吧！快跑！嗯，维修，维修，维修，干嘛？解完了，拜拜，拜拜，解完了，解完了。哇，你这游戏通讯坏掉也不能讲话，对，不能讲话。他刚是，哪里有那么近？哎，我是胖虎，你在骗我！我跟你说，你只是杀手，你杀我，你如果杀我，他妈的，大家都会知道。哇，有主播，你是杀手。嗯有主播啊，这个哎、欸，这个右边这个可以尬光。那个幽灵只是杀手，哎、欸，不好意思，幽灵只是杀手，幽灵只是有鬼，幽灵只有鬼。哎，尬光，尬光，尬光。尬光尬光，安迪最喜欢。没了，只能唱一句而已。妈妈妈 ，M A。听到了，听到了。安迪最喜欢。我有在唱歌。妈妈妈 ，M A。哎、欸，等一下啦，尸体在出发港的左下角哦。出发港，对，我在那个迪苏旁边。阿汪不是跟你很近吗？没有，那是没有没有，已经过一阵子了。那时候是最后是我跟允月吧，因为我们听到安迪最喜欢，我们也很想去唱。安迪在哪里？我有听到安迪最喜欢。我们就在珠光港左下角。哎、欸，我想一下，我跟熊猫团是那边一起走过去，可是我们没有看到。
那边。对，这是在我们在广播的之后的事情。对，双刀吗？哦，没有，他好像是在广播前他就有亮那个提示的。没有没有，我确实我确实没有看到。哎，谁是谁？谁讲话？谁？谁？诺音哈？诺音讲话啊？诺音唱歌，诺音唱歌。安迪最喜欢。安迪。啊，我不会啊。哎，他是谁啊？我想一下，那时候繁星，繁星，我记得我们去广播的时候你，你是繁星、幽离跟玲玲，我们都在那边尬广啊。我们都在广。幽离、玲玲是从保安室走出来，然后繁星，我记得你是从那个出港的那个走廊到。我忘记看我住在哪里。嗯，然后最后的时候是跟迪叔在一起，然后看到繁星在出发港附近。哦，对，因为我任务都在右边。哎，有人看到阿汪吗？阿汪死了，死了啊！没看到，没有，我们就看完全没遇到红色的，阿吉吧。稍早，可是阿汪好像有去修通讯哎、欸，都有啊。阿吉不讲话，阿吉被静音了吧？他被静音了，他被静音了，还是他假装自己被静音？阿吉，阿吉被静音的话就你被静音的话就头跳过。投自己啊，投自己，还被禁，这么狠的，还被禁啊，好，那我可以反悔吗？不行，我有点怀疑，啊，跳过吗？这是玲玲，怀谁？玲玲刚刚说，这是玲玲，玲玲一直跟我在一起，我有点怀疑。我跟你讲，如果我是我的话，我一定第一个砍尤里，对，我不肯活这么久。我也知道尤里的职业。那不然繁星也直接是什么？你有什么职业吗？就普通的鹅啊。啊，开场我有说呆呆鹅是什么？它是好像是呆呆耶。没有啦，我不是呆呆啦。不是呆呆哦。我不是啦，呆呆真的不是啦。好啊，不然先跳过，跳过啊。对，有呆呆耶，不能随便乱投哎。真的八季哦。八季莫名得了两票。好狠呢。哎，两票不会出去是不是？不会不会，因为超过票数。早安啊，你真的不是吗？你真的，繁星，我是早就在角落刀了你了哦，一定是你，真的不是吗？一定是你，一定是你，一定是你，有你救我，真的不是吗？真的不是吗？真的不是吗？等下啦，我 iCash 扫不过啦。哎，那你怎么了？我在扫 iCash 啊，是 iCash。我刚才扫不过。早安，诺音早安，早安。某A，这也喷太久了吧？安迪某 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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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某 A我也还有两个，我还有很多哎，我也还有很多哎，哎，总量任务总量，它是任务总量吗？太难杀了吧！哎，我还在认真的唱歌，我死超久，没有人陪我，你知道吗？都没有人，无聊，超无聊，你被海放了。所以刚鸭子是谁啊？我啦，我啦，鸭子呢？我跟波波跟云月，哦是哦，任务跟金城做指定数量，你要不要调一下？啊，任务在哪里？可能要看一下。对，这个也是第一次，这是新的耶，对，更新的。那是 Lin Size 那个吗？他们好像说好人好像也会有好买，好人会有调成多。好人为什么？都死掉不用解。啊，被改成这样吗？死了不用解哦，死了不用解，这样好多了，是吧？真的假的啊？可是刚一堆活人也没解完呢。对啊，那死掉的人要干嘛？看戏啊。对啊，死掉的人太无聊了吧？可以看戏啊，无聊超久嘞。他可以压压变得很难嘞。对啊，如果这样子的话，压变超难的哎。哦，我把那个啦，那个任务，那个还有一个什么 task list size 把它变多。
零。好，这样不知道会不会好一点？但好像不能单纯调那个任务数。梨子，等一下这场我结束来换一个地图啊。好啊，好的，好啊、我记得还有更新新地图。对，没错。好的，再来吧，再来吧。这喵号被谁打、啊？我被陨月叼掉。你看我有那个鲁沟叼掉，喵掉，那是胸毛，不是鲁沟，那是鲁沟。小雨人很好，都没打。那是胸毛，对啊，是鲁沟。你想刀你，知道吗？刚刚发发走过。嗨，团团，我好无聊、哦，我好无聊、哦。啊，这个乱怪怪的呀、啊！按照顺序是不是怪怪的？这个哦，我会了。按照顺序吧。哦，你们好快哦！我要去下面。嗯。就。嗯嗯嗯。什么？魔黑魔黑。你好容易当鬼哦。哎，这饲料怎么杀、啊？哦，有了有了有了。哦，想起来了，正方形、三角形、菱形、月亮。有點抖啊、别抖，别抖。把它投掉，等我一下。他刚一直讲，我就说我要直接把它投掉。那我们去牌桌。他是不是？哦，有了！哎、欸，我还没解完哦，要重点了。等一下哦，要重点了。哎、欸，刚刚谁要重点？谁要重点 ？Bobo 说他是鸭女郎。对啊 ，Bobo 说他是做鸭的。对，做鸭的。你没答对。刚刚路上跟我讲的。谁？但 Bobo 刚刚都在我旁边。哎，在我旁边。那你们就是双鸭。没有啊！我问他怎么喂鱼，然后他说一直点。我说好，我们就在那边自己晃。可是我怪看着看到你。喵哈刚刚是跟谁？是不是跟繁星？喵哈没有啊，我没跟喵哈哎、欸。我被惊吓哎！阿波快唱个歌。哦，我唱歌。对。萌萌萌萌哒，已经闪了一闪。好，就他了。好，就他了。快就他了。什么东西？你拿到汤卡喝嘞，不要在安迪背后说什么坏话。哎、欸，你很会哎，你这句都写了，好想赶快把它投掉。我喵哈，刚刚有，刚刚那个很慌张，不知道在哪里点任务，在他怎么又他旁边有谁？我这个尸体是李宁的，我不知道他死多久，他死在那个飞船过去旁边，不是有那个可以控制面板的，有三十秒吧？飞船过去，网红有、啊，人家是网红哎、欸，他网红，他是网红，他是网红吗？是网红。哦, 哦，你是网红，你是网红，是啊、哦，对啊，我不信，哦、没有了。谁、哦、啊？我看我觉得是悠悠、欸，哎，为什么悠悠还活着？他丁丁，他们两个、啊，他在喂鱼啊。对，你们应该注意那个、欸，哎，对，你们两个要悠悠杀的。好像哎、欸，我刚刚在中间浇水，然后去那个后面去浇鱼。喂鱼啦，教鱼，教鱼，教鱼，喂鱼，教水，怪怪的、哦，你是不是怪怪的？你是紧张了？没啊，还是阿王？那你有没有职业？我怎么可能？我没有职业。谁？阿王是我大哥、欸。你是不是又带带？是又想要被票了？啊，我就网红哦。你是不是又带带？你有网红哦。等一下，谁有加拿大吗？刚刚我听到有人，我刚刚听到有人、哦，所以不是阿发刀的那个哦，是哦，有牛，
但我觉得是悠悠了，悠悠鸟又被静音了，不好意思、欸，我在中间。不对啦，他喂鱼喂得很开心啦，不是他。对啊，我刚刚在问包包，我刚刚在问包包，这鱼怎么喂哦？悠悠，我大姐，大家随便投，自由行政。好了啦，波波，我跟你讲，等一下他没出去就换你出去了。没错，让你哎，谁乱投我啊？哎，啊尤里，完了悠悠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中六五票，再见了悠悠。真的是整活人，完了完了完了 ，barbecue 了，完了完了完隐约跟他，隐约跟，Hello，Hello， 安迪最喜欢。哦。你过来一下，你过来一下，干嘛？好嗨哦，阿巴斯了，是没事 ，CD 好了，还没好吗？光，选择，阿波有没有看到我？阿波，阿波差点没到哎。哎，我觉得坏人应该会诺英，你是刷我抓到了是不不不是，等一下，我跟你讲我的行径，我的行径是那时候我们在出发港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往我现在是往桥梁那边，然后再来是低温研究室，然后再来是那个中间那个通话那边，我又回去看了那边，因为刚刚团团不是说那个。什么？哎、欸，你过来一下，我想说，哦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然后我就去看了一下，然后我就看了一下，然后发现小雨在那边，小雨跟发发还有很多人在那边，然后到了维修室，然后再到电机室，然后就到农场，然后发现一个尸体，我要来不及拍，包包在附近。有，我跟你讲，我也是往上走，刚好看到的。如果你是好人，你就要相信我也是好人。如果我是网红，人家可是网红耶。那不然你觉得谁是坏坏的？允月啊，允月超坏的啊！为什么？允月刚刚有机会刀我，他没刀我哎、欸。可是允月怪怪的，允月超怪的。发发是不是小丑啊？不是，波波今天是不是特别喜欢踩我啊？对，没错，没错，是的，没错。干的。那我决定，我要票，我要票波波，然后去厕所。没有，那阿旺。阿汪也很坏，阿汪 bad， 就你了啦，你越 bad， 他是 bad， 你质疑我大哥，你就得死，再见了。阿汪是大哥是不是？那是雨月，雨月，雨月，拜托投雨月，来不及了，让雨月当雪里长。谢谢小雨，谢谢团团，维手爬爬的力量，可以借给我吗？小雨是被禁了啦，没有人跟你讲话。这游戏你自己玩吧。我怎么办啊？我好没头绪、喔。月月，麻烦。现在我刚刚在问影月说，你是不是一般？你是不是压了说影月的想法藏不出效益？那他是，那一定是他很坏、欸。然后我就说好，那你不刀我，那你今天晚上吃什么？我吃空肉饭。太跳了吧？怎么了？我今天吃意大利面。他既可以证明我吃空肉饭。他不讲，鬼手啪啪啊！那你吃什么？啪啪他不能证明，是啊，他没办法，两个人证明了，完了，两个人没有，一个是假的，一定是一个是假的。对啊，我觉得一个是在去他自己的房间喊，作弊呀！啊，我要投谁啦？好烦哦、喔！我是网红哎、欸啊，人家可是网红哎、欸。哎、欸，那你今天晚餐吃什么啊？团，今天晚上吃便当。啊，那你就投波波吧。为什么是我？啊？
波波一定问号。啊，波波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那一群坏了，我怎么会投你啊？你被霸凌呢、欸？哦，他剩三个，三个还不会结束哦。三个，三个要三，现在是三个，三个啊，对啊，三比三啊。因为还有可能赢啊，因为解完任务就好。坏人应该会赢吧？对啊，就刚好三个人对三个好人啊。爸爸，这个到底要怎么按啊？哪一个、啊？你先不用按啊，现在有一个死掉不用死了。哦，星星正方形月亮那个吗？它没有月亮，什么星星、菱形、六角形？哎、欸，对，真的有月亮。哦、对对，那个就是你按照右边有什么图，你左边就要选到什么图。拍桌在哪里啊？你们看，找拍桌找不到。好啊，哈基没关系啊，就杀我啊，没关系啊。哎、欸，我漏我漏漏饶你两条命的、欸，第三只遇到你才杀哎、欸。我刚刚还说你不会因为记恨杀我吧？他说怎么可能，然后就杀我。怎么可能？对啊，怎么可能？你看，好作，你们看看你们，好夸张哦、就因为只有因为没有半票，才只有一票。没有，就算我刚刚投的那个，好像也没办法改变战局。没错，没错。对，包包信用破产了，就是。哪有？是啊，你这张图的。这张图的拍桌到底在哪？我从头到尾都找不到、欸，好好笑。我也找不到、欸，到底在哪？我好想活过第一局啊！我好想，我好想要体验在游戏里走路、喔。好想活着解任务、喔。然后等一下，我跟着你，我保护你。你走开！你刚砍我就是你。小雨，你要我上一局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下局一定是好人，我跟着你。我再开一个，我会保护 你, 走開 你走開。有人砍你，我帮你挡刀。你走开。我跟你讲，你真的不要相信林离子真的有人讲出来的话。我再开一个吗？你说开一个新房间？我换我第二看。嗯，对啊，我就说，我刚刚就跟观众讲，你再杀我，明天就没再谈了。好啊，不要谈啊，不要聊啊，不要聊啊，别聊了，不要聊。感谢超级留言，我差点忘记关哪边的麦。我们等一下去阿波阿波那边做地下哦，要换，我不知道他新的，对对，因为我不知道他的设定要干嘛。对，是按离开吗？对，我们可以先离开。要离子都敢杀我，我就开了他的皮胡做肥尾，现在皮在我这边，看着他的屁股，哇，哇哇哇是屁股啊，是不是？为什么你可以瞪眼呢、啊？那你挂着久一点，他就会眯眼睛了，他会眯眯眼。我快受不了了，快受不了了！我是独角兽，哎、欸，开了开了，有新的那个咯哦，好了，世界上最后一只独角兽。那我等一下变第二只，没有了。啊，好想大家！我是最后一只独角兽。我陪你，我陪你。恐怖啊！I don't care. I don't care. 哎、欸，不，这张是那个地下室的，这是新地图，地下室，对对对对。啊，地下室的有两只，地下室的大厅也是长这样，好酷啊！对对对对对。可是我是独角兽。我们再加一点职业啊！职业，他是不是有这个图才有了新职业啊？哦，每一张图有自己的职业、欸，好像哎、欸，这个好像没有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他现在是不是都开放了？那個啊、艾斯伯啊，艾斯伯那个，艾斯伯阻止破坏活动。哦、oh, okay ，但是阻止的话，丫丫会看到你在哪，丫丫会看到他的位置。哦、oh, ，那么可爱哦、喔。还有一个在开什么？有还有个第三方啦，可是那第三方感觉好麻烦哦、喔。皮壶吗？鹈鹕吗？这个有点，这个我也没玩过。哎，鹈鹕很好笑哎、欸，整个玩家吞下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对啊，你不觉得他的那个图意识图很好笑吗？他要当最后一个活下来的人呢、欸，啊，嗯，对，那我们就把这个呆呆鸟换掉。
什么意思啊？可是他第三次，他过程中会把一个人吞在肚子里面，然后一直到会议的时候，那个人才会死掉。对。会议前就是等于就是没有尸体的死啦，哦，蛮好笑的，感觉。可是大家可能他吞下去的时候可能会看到吧，我不知道。对啊，不然就是，然后他就是要想办法当最后一个人活下来，对，他要想办法活下来，然后这样。哦，好难哦。对，他是偏好的第三方，他是就算对对对，他可以吞坏人吧？应该可以吞坏人。吞坏人中间少一个。他有个星界，感觉他这张图就是跟那个幽灵有关的。星界，星界好难哦，感觉很酷。星界就穿过墙，灵魂出窍。看一下我们现在几个啊，一个第三方嘛，然后艾斯博，那再开一个星界新的。好，第二是什么？然后坏人，坏人的话。一样，我们再加一个职业好了，再加一个身份窃贼。好啊，干嘛？看到那隐形，我想说看一下有没有抓。那我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。噗噗，你现在多一只那个鸭子，多一只鸭子吗？有饲养四只鸭，但是现在四只，只要选三只。还是说就这样子让他有，让他随机挑，会变形成。可是我没有再多选。好，那可能他就从中间抽吧。身份窃贼，我们都认识的玩会不会很累啊？是吧？没事，就不要讲话。好啊，我们这个的话是一个新地图，地下室，然后地下室我们大家都没有玩过。嗯。那这次的话，我们有好人方。哎，我们先讲那个中立好的。我们中立刚刚带 Daniel 嘛，就是抖 M 换掉，换成一个鹈鹕。那他这个的说明的话是，你他的胜利条件是要成为最后的幸存者，就是最后一个活下来，你就是就是你。然后他在游戏的过程中可以将一个玩家吞下，但是在就是说人家拍桌啊或之类的这种会议之前。他们，你被你吞下的玩家是不会死，但是在你被之后，他就会死掉。那他不知道是在拍桌的时候就会出现他应该是拍桌就死掉了。现在拍桌拍桌就死了。以逻辑来说，不然的话你拍桌他还活着的话，就可以直接说谁是这个。对啊，就说谁把他吞掉。对，那应该就是拍桌的时候就死掉了。两被吞掉的那个人，拍桌的时候就死掉。他吞到一半的时候，他是可以在肚子讲话的咯。我这我不知道，没玩过，没有人吃过，不知道，进去就知道。肚子里的还有好人的话，好人的话，我们刚刚有加拿大的嘛，还有网红，那这次有多两个，一个是叫艾斯博，他可以阻止某些破坏活动，比如说坏人就是押方，他可能要用一些陷阱之类的，那他可以阻止，他可以阻止他破，就是用一些机关之类的。那如果有破坏被成功阻止。比如说他可能要关灯之类的啊，然后你成功把他阻止的话，那鸭子会就是坏人会看到你的位置，他就可以冲过去叨你，这样的概念。OK， 牺牲小我完成大我。嗯，牺牲小我完成大我。然后这个的话，星界鹅，它是可以传送你的灵魂穿墙，它是这样子介绍啦。那我实际上没有玩过这个，这也是进去才知道啦。对。因为不知道传送过去是只有视野过去还是整只会过去，不知道。嗯，那鸭方的话呢，就是坏人方，我们有三个鸭都有职业。那刚刚的精英啊、派对都有，那这次还有多一个身份窃贼。他在会议之前，你会变形成最近你杀死的被害者。就比如说，哦，那个发发把我给刀了，他就变成 Bobo 的形状。嗯。然后他是会到会议的时候，他才会变回发发这样子。哦，大概就是这样子，简单easy。好，阿迪 ，OK， 对，好，迪叔鹈鹕是干嘛的？啊，鹈鹕就是要最后一个活的。那就直接开始喽，完了就知道啦，哈哈。完了就吃掉，活到最后。这是没玩过哎，鹈鹕。鹈鹕欸，等下如果吃掉被刀会怎样吗？
我很好奇，鹈鹕被那个吃掉人，就是他被刀会从肚子崩出来吗？不知道哎、欸，好想当鹈鹕，好帅哦！这很酷哎。你是什么？这边有任务吗？我这边没有。我这边没有哎、欸，尤里，你讲话哎、欸。啊？干嘛？没有。我以为美国北边的人。哦啊！锅炉爷爷。哎、欸，任务在哪？我、哦、这里怪怪的，哈基怪怪的。小雨，繁星，繁星怎么变小雨的样子了？我本来就有这件衣服啊。有有、嗯。往上，往这。哎呀！哇，光遇。嗨嗨，繁星，你好，那个发发发发，我会帮你保密的，好吧，我走了。听到秘密，听到他们之间有个秘密。哎呦！被杀掉、欸！哎，我国第一爸爸死了、啊，你爸爸死了，爸爸死了啊！爸爸谁啊？爸爸是加拿大鹅，对，他是加拿大鹅。阿旺，阿旺拜，阿旺拜，阿旺拜，拜拜拜拜。把他吃掉了、欸，他可以吃重复的，就是复数的人，然后你是鹈鹕啊，然后。对，我是鹈鹕，然后我把允月吃掉。小雨，你刚刚没有听到允月的声音，对不对？没有。允月讲话我听得到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对，他刚允月被包养了。他刚刚一直说有没有听得到声？小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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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雨。所以你是吃掉波波，他就会直接跳那个嘞。对对，我吃掉他就直接拍。哦，所以你吃到加拿大人还是会突然拍。不对耶。对。啊，那这样鬼都没做事，丫丫都没出来哎。对啊。哇。是哎。所以真的，大家投谁？是什么意思？好了，我已经要把我把他压在地上给你们了。有啊，啊、哦，他是第三方哦。对啊，对，他是第三方。哎、欸，对，哦，哎、欸，对，说不定他有把丫丫吃掉。对啊，所以搞不好。哎呀，就希望你遇到丫哎。哎、欸，我怎么不能票啊？啊，你不能票吗？哎、欸，你是吃完之后 CD 好再吃是不是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哦，好恐怖。哎、欸，那你可以把全部人都吃好吃完、欸。我只能，你又可以票。我只能跳过哎、欸。哦，你只能跳过，啊、你不能。你不能票人哦，你不能参与投票、哦。你还没二十岁啊？但是反正，话还没讲完。溺水。不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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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喂！哎，烦！哇，怎么？就你，门被关了。名哦不，他稍早还有叫我名字哎，什么时候？就刚不是关门吗？什么时候的事情？对，刚好关门。关门前他有叫一下繁星，就门被关了。我在找他，找不到。那个、你在哪里被关？我在实验室。他刚实验室往上走，就不见了。实验室最上面。那
那小雨你在哪边？最后我刚在前堂，我被关起来了。对，你也被关起来了。我跟小雨在一起。哦，我刚最后有听到迪苏的声音。妹妹，我跟哈基在那个礼堂偏左边。礼堂？我确定我在学习室看到你耶。对啊，我离开，我跟哈基离开之后，然后才遇到你，最后。对啊，所以我确认一下，关起来的人有我、小雨、繁星，然后幽离。诺伊也有被关起来，诺伊在左边被关起来的。还是我有被关，然后我在关之前，我有看到他跟喵哈在同个房间诶、欸。哪个他？喵哈、喔。我只有听到迪苏的声音。你有听到迪苏的声音？对，我在学习室解那个书，我不知道怎么塞。欸，那个到底要怎么塞啊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。没有看到颜色吧？我塞了，我塞超久了。那哈基嘞？算是他被静音了吗？他被静音了。他被静音吗？好。每次都是他，每次都他，怎么可能每次都他？对啊，每次都他。他又在骗你，他刚刚有一个讲话就投你哦。你不讲话就投你哦，不起码他投你哦，投他。我记得静音不是会被，不是会那个吗？不是会有显示吗？没有没有，不会不会啊，他自己看得到吧？哦，就是他自己。他说好投我。这一局是被杀两只。嗯，因为刚刚就是把刚刚没被关起来的人抓出来投就对了啦，因为刚刚基本上大家都被关起来。我刚才在走廊上，我刚刚就是被关那个我刚讲的那里啊，门开了我才看到。所以是我那边吧？所以是。喵哈迪苏哈记我繁星小雨都被关，尤里被关，我在学习室，我不知道，我好像没有被关吧？啊，发发刚刚说最后在走廊哎，发发刚刚说最后在走廊不是吗？可是那个走廊全部的门都是关起来的。嗯，我是被关，我们被关在房间里面。好像那个关不对啊，全部门都是。对对对对对，他走廊可以走，所以玲玲可能是走到很远的地方。我没有，为什么一直有小孩的哭声？在投谁？那不是猫在叫吗？那是小孩哭声吧？不是我很悲伤，我感觉这个要截个地图在 DC 了。嗯，这张太不熟了，这张太不熟了。好不熟。阿基三票哎，这还没事。暂时安全。为什么？觉得他在前堂。Hello。走吧。你在放书。好边缘哦，觉得冷。嗨，喵哈。不会又是这个吧？嗨，我也要放书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就把那个啊，你左边的书放上去。哦，这个看得懂，这有，上面有一个放书的，真的看不懂。这什么？我这里。打扫人员的，我擦。啊！不要打老鼠，我不要打老鼠。喵哈下去，喵哈吗？不是喵哈欸，喵哈是谁啊？我想一下哦，是喵哈，是喵哈，喵哈是喵哈的尸体。他刚才离开我欸，是啊，我刚好看到有一个人呐、啊，我刚看到另外一个，欸，我好像有看到，欸，那是谁？哈基吗？哈基死了，可是哈基死了欸，他死在哪里啊？死了，
哎，等一下，是你说繁是繁星吧？刚才繁星在旁边哎、欸。不不不不不，对，身份窃贼啦！我看到是喵哈刀的，但是最后死掉是他。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不是我。哎、啊，喵哈。对啊，喵哈死了、啊，你记得、啊？对啊。刚是死两个吧？哈基跟刚刚喵哈。完蛋，我把喵哈跟哈基的英文看反。对啦，我看到的是那个最上面 H H A G 那个是 H 是哈基啊。哦、我看想问有人有遇到幽灵吗？在这途中没有，没有，哎、欸，我前面有遇到那个谁啊？因为我也没有遇到他、哦、我前面遇到哈基，哈基，我有遇到发发跟小雨，在、啊、在哪里？没有地图、啊、哪里啊？哦，从你还没走过去啊？啊，我想一下，我想从最开始的时候，下面中间下面那边有遇到你们过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，你那时候是不是用喵哈的皮呀、啊？嗯，对，没有啊。书什么？是阿师爷吧？可是如果你们说最后面才、啊、什么团团是看到喵哈砍人，是不是？对，我看到喵哈砍喵哈，然后我就拍了。你看到喵哈砍喵哈？对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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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没有，因为千分记者砍完之后就变成他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欸、对啊，还是你们有职业啊？我爱爱没有了啊，我爱师伯没有特别，我有我有我有网红。我前面遇到哈基，哈基说他可能是被那个叔叔禁言。对，可是黎叔跟发发走超久的哎、欸。没有，我没跟他走，没有没有、欸、上一场上一场，抱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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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，我也没有走超久，就一下而已。嗯，我这一场在锅炉房遇到屯然后屯团说我是，可是没有啦，哈基就跑走了。哦，反正我是网红啦，是网红。可是我能理解哈基为什么上一场说我经营他，因为我真的跟他待很久。可是我不是。小雨投谁？那我就忙。我投叔叔，我还没投。哦，你投叔叔。因为如果你们最后看到没有他，代表哈基很早就死了。然后我在那之前有看过他们两个走在一起。可是团团一定知道这刀不是我吧？那迪叔，我们票小雨。对啊，所以我不是投你啊。怎么办？可能你投谁？可是我有看到哈基跟迪叔走在一起呢。我投优。你说仇杀部分吗？啊，好像投不出去哎、欸。对啊，我也觉得感觉投不出去，完蛋，我投不出去。对，投不出去，平票啦，两个一起死啊！我觉得没有没有没有讲清楚啊。啊，投啊，救我！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。哎、欸，嗨，你来救我了。是你我想要找这张图的拍桌到底在哪拍啊？我不知道、欸、我觉得礼堂很可疑，可是我刚刚绕了好久。这张图要我老鼠要重打了啦！老鼠食物，我要找啊！哎、欸，完了，任务做完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赢了？啊？为什么？啊！我后来发现他是活着的人，解完会冒新的，就是要想办法把那个条补满。哦，这看掉。然后所以说死掉不用，是因为就是现在就是剩下活的人把它解完就好。哦，难怪会丢给活人啊。对，难怪我的任务怎么越做越多永远解不完、欸。我也是，我也想说我的任务变那么多。没有，就是因为这样啊。对对对。哦。不是，刚刚喵哈可以那个简单讲一下刚刚发生什么事情。刚刚喵哈看到是我去杀他。因为他看到是我去杀，但其实他说我杀我了。对，实际是这个啦。悠悠悠悠杀了我之后，我刚刚看到悠悠说：“嗨，悠悠，你看，他就杀我了。”哈哈哈哈哈！然后悠悠就变成哈基。对对对对对对，他只要杀的人，他就会变成那个人。对，他变成他只要杀的那个。直接触发那个技能哦。然后对，然后我刚看到的喵哈杀喵哈的原因是因为呢，我看到的时候是喵哈的尸体已经喵哈变成尸体了，所以呢他就那个人就已经变成喵哈了。哦，就是你是看到后半段的部分。对对，我是看到后半段。姐姐，我这一场会活下来，完全是因为边缘战术就没怎么遇到人的关系。没有啊，我看到你，可是我想说你太可怜了。有啊，有经过了一下。我在被暗汪吃掉前也有看到你。哦、大家等下都想抢着当鹈鹕咯。然后你们刚刚前面在说那个什么被困住的时候，我全部都在搞一个任务搞不过。好好笑啊！真的好好笑、哦。如果遇到不会解任务，可以直接丢给会活着的人就好。可是你要先死掉嘞。丢给活人，对对，就直接死掉。
走了走了。哎、欸，所以这样子，你说只要没讲完啊，你们知道我要给谁呢？呀，哎呀吧。什么？我不要，好可怕！你走开。坏了，你是不是坏了？糟了，我感觉到了。咦、欸？什么声音？阿美梦。啊，我们要跟着走啊！来跌，重跌走。哎、欸，好多人哦，三个白痴，白痴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爸爸，白痴，诺英，诺英，喂，不是不是，我怎么零零吧？半是谁？半是谁？是繁星零吧？是繁星，因为刚刚爸爸在我旁边，繁星也在我旁边，啊，还有一个是谁？不是我，是刚刚很黑，我看不到，那就是你吗？不是，等一下，刚刚诺英跟你们走在一起，然后我刚听到重叠战士，我就靠过去了啊。对啊，那就是你们两个其中一个啦。哪两个？哪里啊？就是繁星跟诺英，他们应该是双刀，只是他们没有想到我是第三个人吧。哦，是不是？那我们因为迪叔跟爸爸刚刚都叠在一起，我也叠在一起。好的啦！有人知道牌桌在哪？有，我知道在哪。哦，你知道在哪？知道在哪？我知道在哪。中间一个牌桌，我盲正那边。啊？你还要唱吗？不够。你要唱吗？快笑死！再对下一。我就是皮肤沙喵哈，不啊！哎、欸，喵，你被谁吃啊？我被宝宝吃掉的了，白痴臭包、啊！让我玩游戏啊！哇，他吃很准哎、欸！哎、欸，没有那准的话，其实他游戏还会继续哎、欸，因为第三方阵营没有结束吗？是嗎没有啊，他不知道没有啊，那个诺英还在啊。不，他说如果鬼都死掉的话吗？意思吗？不知道哎、欸，你要看诺英死掉的、啊，等一下看看。开饭了，吓到我了！上钟敲响喽！吓到我了！上钟的上，但是诺英就对了。诺英啊，诺英啊，诺英再见！投票喽！其实我刚刚的想法是。我没有想到繁星会动刀、欸，我想说我们就靠过去装作哇，前面有一个尸体，哇，为什么会这样？然后结果他动刀，我就有点不知所措，你知道吗？
好啦，那个拍桌用掉了，那跟大家讲一下，拍桌在祭坛。好，祭坛。好的。根本不会整场都在找拍桌在哪裡。我跟没有啊，我厨神就在祭坛啊，我就直接在那边，然后他不是有倒数三十秒，我就疯狂按那个铃啊。好强、啊，就是叮叮叮啊！敲上钟哎、欸，对吧、啊？真的是冷上钟哦、啊，是我杀的吗？叮叮叮叮投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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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瞬间秒杀！哈哈哈哈哈哈！阿提壶是被杀掉是不是啊？一壶我不知道，有可能哎、欸，不知道，诺英杀的啦。不是啊，我小时候怎么会？你杀的不是我。我知道我的意思是說、欸。真的耶，所以第三方还在耶。哇，要一直吃耶。第三，他们要抓住第三方，所以其实是、那個、他们要藏、哦、那个鹈鹕要藏。他不能吃到加拿大了耶。凡心，你听我解释、欸。就是我那时候杀掉了前面那一个嘛，我就想说，我们就没有你按 R 的话可以看，装作我们一起的，哦、结果你又杀了另外一个人。我以为他们会一路咻过去，然后就在尸体上面走着啊。不会。哎、欸，但他要避开加拿大鹅哎、欸。这个惨煤炭的游戏也太可爱了，跟着鹈鹕走就好了。我们现在唯一可以按的就是 Ctrl 的那个东西。哎、欸，看没看阿旺吗？我不吞。对啊，我们三只鬼在这里。我想看他吞人啊！他要吞了，我想看他吞。对啊，我也想看他吞了，他不吞啊。阿爸，我们在左下角。吞啊你，吞啊，去吞啊！他如果这一局不杀人的话，他就会有应该会被怀疑吧？没有、啊，他们就一直解任务，解到好人赢为止啊。吞啊！他干嘛不去吞？哦，旁边有人。吞啊！他挑菜是不是？你为什么先吞我？奇怪哎、欸哦！吞了，吞了，吞了。啊，消失而已耶，消失一下而已。哦。什么意思？现在什么状况？没有啊，就是可能有人任务解完了。那是想吃啊。哎、欸，对，他是一局只能吞一个吗？没有，可以一直。他是刚刚有说 CD 好就可以吞了。哦、所以会消化完，好恐怖、啊！阿旺，等下在旁边是小雨。哦，在拍耶！哎、欸，我解完任务了。哦、欸，完了！大大水啦！你聆听错了，笑死！啊，我听错了吗？他跟我讲说，隐约刚刚说差一杀。是你想的是不是？是你想的是不是？混蛋！没有，他们第三方阵营刚才那个鹈鹕的确是那个死，哎、欸，鸭子死完，他也要把全部人吃掉。哇！那很好，他一开始那很难呢、欸。他一开始吃到鸭个、欸，没有哈，开桌了、欸。不是啊，我可以讲一个吗？我玩平民第一局死，我玩杀手也第一个死，这个游戏是怎样啊？想说玩杀手了，肯定没问题吧？结果被吃了，然后就被吞了。你知道我刚把林志吞掉啊？我把林志之后，我就走过去找团团，然后在那边吵，然后说：“嗯，怎么了吗？”我真的、欸哦，你说魔音攻击，你说声音之后，然后林志，我给我吞出来了，那知道可是。我不会管的。鸭子都死完之后，鹈鹕超强的、啊，因为他不会有尸体，他不会有尸体，不会、啊、就是然后排出没的话，任务解很快啊。可是他要 CD 就要比人家那个啊，我觉得这样是不是任务还是太那个啊？太少太少。哎、欸，我厕所一下。对啊，我是无所谓啦，反正我第一局都死掉了，我是没差啦，感觉都差不多了。不要这样子啦，只有差哦、喔，都第一局就死掉了。他有很多哎、欸，有很多有喵哈。请问有喵哈条约吗？我们可以先来喵哈条约吗？让喵哈活下来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可以喵哈条约吗？可以可以，没问题没问题。对啊，他任务可以很多多，然后还有很多。对啊。按了按了。我刚刚上一局那时候我们是调多了，我好像调到多，跟现在看看很多。
等一下，第一局，第一让那个喵哈死掉，那个杀手自己承认哈，真的哦，你要陪他哦，你们这样不行。你知道我刚第一局，我跟迪叔生在一个地方，然后迪叔还说喵哈，祝你第一局不要死。然后最后我看他死了，都没实现了，可怜脑坏哦。哎，那个 Esper 很烂呢，他刚刚光棍尾巴阻止，他很烂呢，烂透了。真的，他就灯被关了，然后我完全不知道到底要干嘛，就没有办法用，比工程师还烂，是没有用到。那预先去把那地方先把它弄好嘛？是预先把它弄好，然后有人如果破坏那个刚好中了，是不是？完全不知道。啊、希望等下当得到，我很好奇。很烂，是你还是诺伊没按？不好意思，没按。刚上厕所回来。好了，走了。我们有喵哈条约，有喵哈条约哦，让喵哈第一个活下去。对，杀第一天，就我后面会跟一大堆人啊，应该会啊，走了，注意哦。这什么，迪苏啊？怎样？最好别吞我，不然我魔晕船哦。这怎么玩？对啊，这是会死掉啊。我跟你讲，他自己丢鬼，他自己丢鬼。好，没问题。因为他自己丢鬼，如果等下我死了，就是他自己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你临上一场我还想说，好啦，你新手饶过你好了啦。然后好啦，我刚刚才就觉得你更快的，还是给你个派对就好了。你在找什么东西？没有，不是我啊，怪怪的来了，怪怪的来了。在那里喵哈，在找喵哈。哦，吓死我了。哎、欸，阿花吗？好，完了，我的保护之期过了。好，对，你过期了。哎、欸，我是繁星。是谁？繁星。谁？繁星。繁星要唱的歌吗？蹲小僵尸，蹲小僵尸，蹲。哈哈哈哈哈！超适合的，好适合的歌。我最近在练蹲，我有蹲蹲小僵尸蹲。我有话要说。好。我是加拿大鹅。好的。好。我。我是艾斯，女巫是不是？不，爸爸死在祭坛上面的那个走廊，他刚刚在他被献祭了哎、欸，他没有在里面啊，那时候。等一下，玲玲，外面刚刚有谁接近我们啊？我有经过繁星，然后我见你我有在隔着墙看到锅炉房，好像是团。他其实是被静音了，可是应该不会这么快绕过去。有了。锅炉房是我最后站的位置啊！啊我刚刚是从那个左边那边那个叫什么电视过去的、啊，然后有路过喵哈跟允月啊，然后喵哈跟允我还听到什么允月说我要跟那喵哈后面，我要跟找喵哈，他记有没有职业？因为我前面是不是有遇到你？有，但是我是鹅，我要找喵哈，找喵哈。他现在只有一杀，我们有三个鹅跟一个中立啊，可能被吃的啊。可是因为他记那个。对啊，他其实找喵哈、欸。唯一的线索应该是繁星，有谁经过繁星？不会是玲玲啦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喵哈，你很可疑，刚刚也跟着你很久。哭啊！哭啊！喵哈，我也没有杀了，我现在还在找喵哈李子。不行，今天还是第一题的女巫，我没有，我真的没职业，哭啊！如果喵哈是坏人的话，你攻出一个坏人，我们投他。喵哈，那喵哈有谁接近你吗？很多哎、欸，大家都想要受到保护、啊。最后就是影月跟喵哈后面，然后我刚好从那个啊，就是经过、啊，因为只有一杀，你很难讲嘛。对啊，对吧？我只知道这样啊，我就觉得。除非玲玲说谎，她不是加拿大鹅。如果刚刚你繁星你的意思只有我跟你接近的话，我是啊，因为没有人说他是啊，那就是我啦，没人跳啊。为什么你会觉得小很？打工鹅哎、欸，打工，我等一下连发发的份一起去打工了呢、欸。我们也是哎、欸，没有，大家都是啊，我们一起扛，我们一起扛。我已经当了三回的打工鹅了哎、欸，我们一起扛，我们一起扛。我要相信我的直觉，你就会。
就像我那个舞，我要直接。大家跑过来跟我说：“你是鹈鹕吗？”然后就跑走了。那我头包了。你才坏！你才胡啦！你才坏嘞！你才胡啦！炸胡！炸胡！你才坏！这个又怎么回事？到底为什么会有人头发闪跳啊？又怎么回事？像这样呢？哎、欸，为什么会投反心啊？下去了啦，小雨，好了，哎、欸，投我才奇怪吧？我是受害者、欸，哎，哎，走哪针？走这儿？又要打老鼠吗？哦不，嗨，尤里，我不要打老鼠。在打老鼠？可是我怕死啊！跟你不会死，我就跟你投了啦。喵哈啊！喵哈，现在条约没了啊！喵哈会死了，喵哈会死了，条约没了。哎、啊，等下就是他死了。阿咪猫、啊、被关灯了，完了。关灯。阿咪猫，阿咪猫，完了，完了。要怎么看？要怎么看电灯？等下。喵哈，你看不到关灯吗？喵哈。我看，我听得到，也看得到，白痴！这输了，完了，完了。蹲小僵尸，蹲小僵尸，蹲蹲小僵尸，蹲按枪点蹲。键盘声。蹲小僵尸，蹲。快。你搭到加拿大鹅了。搭到加拿大鹅了。哈记，你搭到加拿大鹅了。我好像有听到哈记的声音。哈记，你搭到加拿大鹅了。尴尬。哈记。哈基，等一下，小雨也死掉了。你竟然穿着小雨的皮到了加拿大鹅，你好聪明哦！就他到了两个人啊！哦，谁的笑声？断人了吗？他自己吧？啊，不是啊！哎、欸，喵哈吧？啊，我中了是？喵哈吧？喵哈，喵哈，喵哈，哎，我是我。哈哈哈！喵哈唱一句诺音啊，诺音你是不是坏？不是啊，他喵哈啦。不用。不是，我刚经过超多人哎。我觉得诺音是不是你啊？为什么是我用我了？因为我们的鬼手啪啪副团长死掉了，所以对我屁事。不要哈唱不完啦！你要这样哈几刀很快哎、欸，阿公。哎呀，忘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哎、欸，对啊，我这能干嘛？我是不是会死啊？哎、欸，阿旺，你帮我看一下。哦，白痴哦、喔！哦，你说你是穿墙是不是？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哎、欸，好烂哦、喔！那我跟你讲，我是你要死哦哦，我想我要死。没有啊，他很烂呢、欸。我跟你讲哦、喔，我可以看到下面的东西，但是我要吸第七秒钟，我要不能动七秒。哦、走走走走走，快点走！我会保护你这钱。哎、欸，点蜡烛，没有啊，就也没什么用啦。数在那边了。哎呦，哎呦，我安排桌了。我弄在左边，上面上面上面，好，这个这个，好了，你任务了啊？怎么还有？有人死了，有人死了，我任务变多了，有人死了，有人死了，这哎、欸、这里这里这里点我有我有，我蜡烛蜡烛，这么点，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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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哎，叔。哎、欸、哎，你拍得好快哦！我可以保繁星。那你们三个有什么职业说？哎、欸，迪叔也死了哎、欸！对，迪叔也死了，死掉了。我是那个，我是网红。哦，那就是你了。那你出去了，你出去了，那就是你了，就是你了。我是网红，我也是网红啊！我有第三个网红。你是个骗子，我才是。就是你，我们两个是网红，你是你这个
我们两个互保，我们两个是网红，互保。我们两个互保，我们两个在一起站超久。对，并没有。下去喜欢传传，并没有。你不是网红，我才是。哦，对了，也是啦，我的观看速度降了啊！哈哈，我也是啊。你是在臭？没办法了，没办法了，投我了，投我了。我没有臭你，我不行了，我不行了，投我了，投我了。来了，我自己投我自己啊！自己的频道自己看这样子，我会有三个网红啊，好奇怪啊！太多网红了吧，这里太奇怪。哦不！要拍桌啊！会被吃欸。啥？欸，我其实刚才在想要不要拍欸。来了啦，就他们，就你们两个的辩解了。啊，我们现在开直播，我没什么好辩解的，开直播。我只知道任务还没做完。我也在做任务。怎么办？这两个人怎么那么难过啊？怎么办？这下该怎么办？可是二是坏人，你知道吗？不是鸭才坏人吗？你怎么听起来好累哦？你怎么队友死光了吗？我听起来很累，队友死光了。因为我都当鹅，我想要当职业，我真想玩游戏。那我们先送你下去投胎，等下下一局你就可以。可是你这样会输哦。你我先讲。欸，他的意思好像还有鹈鹕在，怎么办？不然就是诺音是鹈鹕，音乐是鹅，哎呀。那不是那你是鹈鹕，那你是鹈鹕吗？我不是嘞，我就只能选一个，不是了，打电话怎样？好气，好气啊！我打电话，我什么都不是啊！那是鱼，我就只是一只普通鹅。我是鹅啊，怎么办？欸，不是，我在想鹈鹕如果在的话，那。我们先票掉鸭的话，那鹈鹕吃我们拍得了桌吗？不行，对不对？拍不了啊，就赢啦，他就赢啦。嗯，你好像很确定他是鹈鹕，可是我不知道。他刚讲啊，他说，可是我的话，你们还是会输哦。怎么办？不是啊，我是好人。那如果你帮我投错的话，你帮我投掉的话，你等于说。坏人没有的话，不就是坏人赢吗？坏人没有，坏人赢。你如果剩一只鸭的话，鸭，啊，再刀一个就结束了呢。如果我跟诺音其中一个出去的话，就剩三个人。我扮阿旺。那鸭再刀一个人的话就结束了，我还有一次拍桌机会，快点，我们随便飘一个。那我们，那音乐吗？那就会选雨月，然后你拍拍，然后再，什么意思？哎呦，阿旺要救哦！哎呦，赶快跑哦！好，啊，赶快跑，我不跑，跑。太远了吧！来了来了来了！不是你过来，你可以拍在门中间。可是你死不就结束了吗？还那我们去解任务吗？啊！快走快走！
他把门关起来了，阿旺救我！我会穿墙过去拍啊，不行，他只能看。就是你，没事了，哦，被他了，诺音影后，哎，你好扯哦，好猛哦，没有没有，刚刚我们投谁都超危险，对对，而且其实刚刚有一个也是很蛮恐怖的，就是诺音跟允月讲好投哪一个，你们就一直平票。没有，其实你们在投票的最后的时候，可以看有没有人说，我们说好要投谁，有人跳过，那代表还有鹈鹕在。哦，对耶，对啊，对啊，因为鹈鹕不能投了，不能票了。对，忘了，而且鹈鹕不能票人。对，对对对对对，鹈鹕不能票人，那就只能这个决点啊。对，所以就是跟坏人说投两个都跳过，就猜哪个是刀会刀人的啊，吃人的话可以摇铃啊。好酷，确实确。哎，好玩呢，好玩呢。刚刚反应一起大叫，我看到鬼啊！然后哈记刀加拿大人那个是有点像是扮，有点算是扮我逼他这样做的，因为那边是刚团团在刀的时候经过，旁边还另一个人，不得不双刀。喂喂喂，听到了？哎，有没有没有，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会刀小雨的原因，就玲玲好像说要跟小雨讲说哈记是狼。还是说他怪怪的 啊哈基怪怪的啊，对，他有就怪怪的啊，哈基就是狼啊，我没讲过啊，你知道为什么？你知道因为我就在旁边放屁而已，就是我被怪的。然后那个时候我想说，完蛋了，小雨要被抓过去，我要赶快倒小雨，结果呢我跑太慢了。被救你跑太慢，对，腿太短。哎，但是加拿大鹅还是不想被杀，不好意思，放过加拿大，放过加拿大。要不要把加拿大换掉？因为加拿大没人可以克他，他只要说他自己加拿大就无敌了。现在的局面是比较不能，没有啊。那我一开始，你也可以一开始你自己跳出来跟那个加拿大对打，是可以。那你们就来换一下，开刺客，刺客不是可以那个直接杀掉那个吗？对啊，我们来专业杀手啊，我们的丫丫来一个专业杀手，精英换掉，换掉，换一个专业杀手丫。大家可以看一下专业杀手鸭的技能，它是鹅看不到被你杀死的玩家，但是当他们靠近尸体的时候会自动通报。嗯，懂那个意思吗？好强哦！就是比如说我在这个角落被刀了，右上角这个角落被刀了，可是他会看不到尸体。哦，会被藏起来。对，要有人走过去的时候，就会自动拍桌。自动拍桌。哦。那这个的话，那他是远距离杀人吗？他有枪枪耶？不是，也是近。他拿枪托打人，直接脸杀。对，那这个是可以，这是可以克制加拿大鹅的，好。嗯，是吗？加拿大现在，对啊。哎，好，对啊。加拿大不是自动拍桌吗？对啊，杀手不会，没有，杀手被杀，就让大家会怀疑他是杀手杀的。对，他是加拿大。哦，对，就是杀手，他专业杀手是不会。大加拿大鹅是不会哦，懂通报的，懂了懂。多一个可以克制加拿大鹅的啦。对。那走咯，我们就一样的地图，玩一下。星界很烂呢。星界啊，没有，它是原地发呆七秒钟，然后可以乱穿墙，但是穿墙的速度超级无敌慢，而且看的范围没有很广。对，哦，我刚还想那个用星界穿进去拍桌，你知道吗？好，那就开始咯。好，高高。哎呦！抽到烂职业了！烂职业，新界，你有职业啊？没错，我是烂职业了。我沙发看一下。很烂，对不对？很慢，对不对？很慢，对不对？好烂，好烂哦！好烂哦、喔！而且飞出去根本就不知道谁是谁。对啊，所以我就说星界很烂啊，接任务。好烂哦、喔！哦！哎，好了。要吃
拖。嗨。哎呦，阿发，阿发，我刚刚遇到诺英，所以诺英不是。我刚刚遇到你。这个，我想问一下，刚刚在储物间、储物柜、储物间、储物柜这一块的，刚开始在这边的有谁？刚开始，你说最一开始吗？对，诺英嘛，我记得诺英我，然后还有谁？繁星、啊，诺英跟我还有谁？还有 我小雨，繁星、小雨，嗯，四个人我记得。然后喵哈在下面对不对？在储物间解任务吗？没有，哎、欸，我是在、哦、我在刚我刚刚有遇到喵哈。我们在前堂下面吧。对对对，储物间还是聚？我是聚吧，因为我感觉我现在位置来说，刚刚是聚吧。就是隧道路口上面那边嘛，对吧？隧道路口是吗？那是储物间，对，你们是电梯的，那是储物间，那是储物柜吗？我看到喵哈在储物间呢。哦，那是柜哦。不贵啦，好像聚是吧？柜。好，那我会问这些人原因，是这些人应该不是这一刀的，因为呢，这一刀是在锅炉房的很上面，所以应该不太可能是下面这些人。嗯、锅炉房，对，锅炉房，我刚刚从炼金房进到锅炉房，然后往下走，有遇到阿汪往上走。对啊，我在实验室。等一下，我跟你说，我开场有经过实验室，然后那时候发发在实验室、欸，然后他既有从锅炉房往实验室走。嗯、然后后来我就到雾洞，哈记，好了啦，哈记、要去哪？该遭报应了，哈记。喂，听到吗？喂，没有，没有，我们没听到。要被听了是不是？要被听了是不是？他是过去跟发发聊，他说他想去死啊，又想自杀，然后我经过说就。然后你就送他一下次早点睡，没有没有，不是我就对不对我就离开了。好，你什么职业？你什么职业？你什么职业？你什么？艾斯伯。爱票好没有用，你可以死。那没关系啊，那个没什么用，那没有用。那不对，没什么用，你可以。还有呆呆吗？呆呆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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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这场是 PV， 投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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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那阿旺是什么？阿旺是什么？阿旺是什么？我没有，我一般的。等下看看阿旺，看景如姐。啊，看我看我看，来看我。这样我觉得我会死翘翘。我不。又没有。好了，垃圾。你都把人家送下去了，还好了，垃圾。他去还敢放屁啊？蜡烛好玩吗？黎叔蜡烛好玩吗？玩。我输了，小坏蛋！我输了，小坏蛋啊！小坏蛋，刚正想问他是谁出事了。哦呦，怎么是死掉了？哎、欸，我刚刚是遇到 Bobo， 然后我跟繁星，哎、欸，繁星死掉了。哎、欸，阿团刚才在跟我们讲话、欸，哎，团刚还在跟我们讲话、欸，团团经过我们就死了、欸，哎、啊，哎、欸。所以有，啊、所以有伪装是不是？因为我跟白星走一起，难怪不跟我讲话，哭我。哦，对，他难怪都是假的，他是假的，他是假的，他是假的。对。那团团刚刚有看到谁？他刚刚旁边有诺英，我小雨跟那个假繁星不是诺英。我怎么又也不是我最后，我刚刚最后有看到人。对，我刚刚好像只有遇见诺英诶，就是我除了诺英之后，我就只有繁星了，还是你是变成繁星？没有，他刚刚可是路过诺英，我有看到他，他有跟我讲话诶。对啊，我一直在拍桌前一点点而已。诺英刚刚跟我讲话，对对对。那到底是谁？尸体在哪里啊？尸体在哪里？
欸，我们这一局有人被用什么声音静音吗？还没，还没，还没，但这局只有变声音、变化力数。那会不会是那个叫什么东西的把他吞，把杀手吞掉了？专业专业杀手哦，没有，没有可能鹈鹕把杀手吃了，没有。可是至少有一个，有一个是身份窃贼啊，有一个身份窃贼啊。对啊，对啊。鹈鹕，你是什么？我是鹅太多了。喵哈喵哈，你是什么？鹅啊，鹅啊。他永远都只能抽到很无聊的职业。我没看到雨月。我也没看到，我也好像没有看到雨月，没有那么多，我太多了，太多了吧，没有，没有，我没看到，没看到的人就会被那个会被投出去哦。我刚刚是有看到阿汪从祭坛那边走下来，然后跟我在储物柜那边擦身。我其实刚刚想吞他，也想吞他，有两个杀手，我的天哪！我最要靠近最后，要后面的时候，比较后面的时候，靠近牌桌的时候。因为后半段的话，我是后半段没有遇到擦身，我是后半段看到喵哈在储物间，我跟他擦身，我跟他嗨一声。没有，喵哈有看到吗？有有，我跟他嗨啊。那迪叔呢？我是有遇到团团，可是我们是在实验室遇到的。可是团团现在倒了，然后后来我就去地牢。对，那怎么办？现在倒了。哇哇！可是我还是，我觉得不行哎，你要投人的感觉，先投，好啦，阿汪。好了，好了，迪叔，迪叔，迪叔姐，我也觉得是迪叔。好了，波波，我投迪叔。我觉得是迪叔。大家就已经抽好了，阿汪。完了，大家票已经抽散。完了，波波，你是投阿汪。哎啊，叔叔，睡啦！你活该，你活该，你活该，你活该。怎么是我呀？迪叔蜡烛好玩吗？迪叔，迪叔蜡烛好玩吗？刚刚讲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想说，哎，我是我这个是不是这鹅不会有了？完了，这好像得杀了，完了。你知道我本来要吃掉你吗？不是哦，我想说，我吃掉的瞬间啊，怎么是我死掉？干嘛？我吃到铁哦。不玩了。在讲话，我看。嗯。啥？啊，你是什么？啊？完了，我是要死，要死了。什么东西？有声音吗？喂喂，有声音。喂喂喂，好。欸，其实那时候打开 tape， 突然看到那个任务变多，就知道有那个嘞，有人死了。对，其实那时候我讲了，然后那时候他好像说是那个结束换下一场的时候才会加，对，但没有都会加，对啊。啊！哎哎哎！噔噔，欢迎光临，死去。我看到的，你看到什么？看到什么？诺英，诺英的声音被骗了。我、啊、是小雨哦，小雨啊，是我吗？对，是小雨。小雨是谁？我先讲好了。欸、小雨是谁、那個？不是，我先讲。尸体在奇珍收藏的那边，储物柜上去那边。然后小雨刚刚有谁经过你？我很多人呢，除了你。欸、但我刚刚看那个阿汪跟除了跟影月在一起，喵哈，其他人，喵哈跟诺英，我可以保好。刚在阿汪，没有，我刚在实验室那边解任务呢。我跟悠悠还有小雨呢，我们三个有吗？我有看到尤里啦，我有跟尤里，但没有你耶。我是看到他们两个在那里，然后我就过去嗨一声，他们都不回，我就跑了。没有，可是我有听到悠悠的职业呢。我有听到。哎、欸，那时候在场，还在啊？那时候雨月，那个时候好像有四个人。对，那时候有雨月，谁死掉？雨月那时候有哎、欸，那会不会是玲玲？因为那时候玲玲跟雨月站在一起。可是我那时候开灯的时候有看到玲玲跟诺英，因为我那时候诺英是好的，我会不会听错声音了？
那时候我经过允月的时候，旁边是玲玲啊。那时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允月了。我觉得应该不可能是你，因为我知道悠悠的。我不是我，我刚刚都跟优里他们在一起，我们是一起解任务的。我那时候在锅炉。那就是阿波跟没有，我可以，我可以保。不是，是好人。阿波不行，阿波是好人啊。阿波还行吧，他没有必要拍这个啊。对啊。我没有，是不是你跟玲玲？你跟玲玲是不是？谁跟玲玲？不是哈，我刚跟他们做多空档。小雨，你怎么想？我这边至少想说三个人，好不好？为什么啪啪副团长？你怎么想？我不知道，因为我真的就只有你跟喵哈没有经过我，其他所有人连死掉的音乐都在我旁边。那喵哈刚刚在哪里啊？我刚刚我走的比较乱欸，我有经过的人是 Bobo 跟诺音，有看到一下。我最后有看到阿汪，哦哟，最后应该说我就整个都没有在，我整个没有接到什么案发现场，我不太清楚。玲玲，你有职业吗？没有，我就是普通的鹅。阿汪呢？可是我最开始有遇到玲玲，然后后来我看到他在锅炉跟我一起解煤炭了。可是因为那边有我，所以那我投谁？小雨，我投你，你投谁？好好好好，为何我一直都可以跟尤里在一起啊？没有，我看到尤里可能啊。那我觉得，阿汪是好人，因为他们想，因为他们想冲票，他们想冲票把阿汪投出去。C， 欢迎光临，有点混乱哦。对，这个他们如果有拍到之后会很开心啦。可以把一个弄出去，不然又要再死人，我觉得有点恐怖。他们还没拍过桌吧？就已经有点惨了。阿波，拜。我旁边没人。阿波，拜。阿波要下去了。哦，有尤里在。有。啊？尤里在多。在旁边偷看。他在解任务。他在偷看。刚刚在解任务，这边有个任务。他在解任务。哦，可是这个很快啊，我记得。那很。诶。喵哈在瞄准。干嘛？他真的有枪是不是？他的瞄准了。他会不会打错呢？他会不会打错对象呢？哇！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，拍桌了。我们林林，林就是你的，他刚最后一秒在追着小雨。我刚在底下跟小雨，我们在盘票。然后在排盘的时候，李宁就突然出现，我们俩就开始跑。然后后来我就想说我要去拍桌，然后我就跟小雨走散，然后结果小雨就死了，所以就是李宁的。哎，是我没错，怎样？哎，但是你们前面，我前面都没有杀人过。哎呀，你唯一杀的是小雨是不是，那这样子，那这样还有坏人吗？身上应该都是好人的，我不知道，应该还有，我觉得。我们都有吗？没有吧。好啦，我跟你们讲啦，就是优离子啊，不然我干嘛去保他？是这样，优离子还有诺音都是我巴迪，好不好？然后他也是，波波也是，就只有阿汪，只有阿汪是好人而已。下去，就阿汪是好人。讲这么明显，然后大家只要砍阿汪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各位，我们这边还有五只。再见了，李林。再见了。狼人杀之 Queen。哇，那波波你好会猜哦！天哪，所以一群人里面的话，我砍也是不会被抓的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他你的那个尸体，你的尸体范围只要旁边有人经过，就会他会自动帮忙拍，虽然看不到。哦，所以虽然看不到尸体，如果在一群人里面砍的话，也会被发现，会马上被秒拍，被秒拍，哦、被害了。因为他们全部都站在一起，我好难下手哦。嗯，到后期都这样啊。对啊，后期而且职业杀手的 CD 好久哦，因为他看不到尸体、啊，因为他尸体会不见。喵哈在哪里啊？好过分！我下图下。喵哈在昨天。喵哈在下面。对哦，所以他有路过我，完全没看到他哎、欸。还是晚上的时候。他要刀幽离吗？为什么飞天香肠？为什么要喂东西在祭坛哦？哦，左下角这里有个。哎呦。他们要去捡吃的，他们要捡吃的喂他哦。他们应该不知道要去捡吃的，完了他不知道了，完了。他也不知道香肠在哪里啊？哦，有啊有，我看到了。
对啊，有一个各种吃的在路上，他们要去找，可是他们全部都在这里。有哎、欸，面现在有点来不及了哦。对，因为不知道这个有没有鬼有任务的解一解。鬼也有用吗？鬼任务会算吗？鬼不是不算了吗？鬼的任务听说不会算。对啊，他是伪造的哎、欸，解伪造完成了，任务完成了。啊，那叫鬼太废了。鬼就一直看人家做事就好了，看戏而已啊。对啊，因为是伪造的。哦，好像全世界都在这嘞、欸。好像全世界都在这。好多人哦。哎、欸，不知道在左下、喔。他们就觉得这里这里特别凉啊。嗯。在看棉花拍。不是，这里温度特别低哦。不是他们都解完的我。我想附身下去听哎、欸，等一下、喔。要杀我杀杀悠悠杀悠悠。杀我啊！我不广播啊！完蛋了！啊、我不广播啊！不然这样子、啊啊我啊，我觉得那个幽灵他们太无聊了，我们就早点到游戏。幽灵他们太无聊。他是加拿大哇！加拿大人，他是加拿大。我刚刚完全在想说，那个我不知道派对丢给谁了。我要讲一个最好笑的东西，你知道小雨从头到尾说哦，我没有遇到喵哈，可是他是被我用派对赢。笑死！那阿蛙，你可以先唱一首歌吗？阿蛙先唱歌。爱你的喜欢。唱别的啦，唱那个。我不知道什么。唱那刚刚北齐。叫啊！你刚刚北齐啊，干！搞屁呀！你尊重我，我尊重我哦。再见了，妙哈！快点，再好了，你再唱一下，你再唱一下，你唱一下。我不知道有什么歌可以唱哦。好了，你唱。哈姆太郎，你要唱哈姆太郎。豆豆哥。哈姆太郎。大家看，我不知道那歌是什么，在想。这可以投自己吗？可以。可以、欸，你知道一个人很孤单、寂寞、觉得冷，一个剩一个的时候。啊，我，什么意思？喂，我想再拿一次，好好玩哦，这样。这题目是谁啊？哇，我讲。我在、欸在迪叔旁边，我就说：“哎、欸，蜡烛好玩吗？准备吃掉它的时候，就被刀了。”不是，我还跟他说好玩呢、啊。然后我在讲完之后，我在思考说：“哎、欸，蜡烛是只有杀手用吗？”然后好像不能不刀了，那就刀了。太难受了啊！我要吃了，你说。10点了，我还以为是繁星跟着我就是队友。10点了，害我以为繁星是队友，你知道吗？假的。啊，我也差点吃了你啊！好啦，这次这个鹅鸭杀，我们是新手，不知道体验如何，好玩吗？好玩。我前面的体验很差。我喜欢当射手。我只有倒数两场有体验而已。有啦，你是我们杀手最后一人呢、欸。哭啊！那我们最前面那我觉得怪怪的。没事，喵，他下次再来，给你满满的体验。我考虑一下。完了，你要再一年再不玩了。完蛋了！一年后再联络。一年后再来。好啦，那这个金额压上先到这边，辛苦大家了。辛苦了，晚安，辛苦啦，爸爸爸爸，爸爸爸爸，辛苦的，爸爸爸爸，爸爸爱大家，爱大家，爸爸爸爸爸爸，拜。好了好了，就到这边了。好好，等一下玩新游戏，下棋下棋，换地方。好。好啦，到这边啦。等一下我看看隔壁的要不要跑图啊啊，因为这个礼拜都没跟他跑到什么图，觉得他是不想玩了，我很担心。好啦，就这样啦，感谢各位啊，如果隔壁继续开的话，你们去隔壁找我吧啊，我先关啦，感谢各位。林离子，我听到了。嗯感谢大家，大家晚安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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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我要休息了。那、啊、你不知道玩什么啊？妮妮子，要不要？